然后有本一定要踩最大力，真的蛮像的，很像哦。当然有天分啊。有没有看到隧道呢？会异常的兴奋，然后油门给它吹到底，有没有？像刚刚那个对向道就有一个八九了。来，今天教你们如何成为八九的第一步。首先呢，你要有一台排气量非常大，价位非常便宜，再来又是进口车，还有一定要双门的跑车。来，给你看一下，就是我前面这台车子。再来呢，就是 G37S，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它。为什么？因为价钱便宜嘛，排气量又够大声。你知道为什么排气量大声吗？这样排气管改下去才会很大声，好不好？给你看一下这个铝圈多帅哦，这个配色。重点是哦，那个八九哦，买车啊，车价通常都不会超过400万啊。像这台蛮适合的，多么的锐利啊！发动给你听听看，来来来来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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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看到？八九的最爱了，给你们听听看，3700cc 的声音。我那刚刚没什么声啊，是没什么声音。你不觉得声音怪怪的吗？好像是刚刚没够大声哦。那声音怎么都从前面出来？我再听一下。啊、靠背啊，很难讲闹风了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。刚好这台车的声音也不够那么的大声，我相信八九没有很爱了。那我们今天俩机仔下去改家也很当讲着嘞，顺便修一下也绕风的问题。好，行 ，Go。车无油啊，还先加加油着嘞。车没有。95帮我加370。哎呀，你那有钱吗？记一下，记一下，记一下。不能加太多，不然没有钱缴贷款，知道吗？快到了。快到快到快到 ，OK， 370刚刚好，400还可以找30，还可以买三罐麦香。哎呀，哇，几碗萝卜饭呢？来，谢谢，感谢来燕婷的30块还你，来，走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先去麦香奶茶，不是改排气管，30块，等一下吃中餐用的，要不然这个声音不够大，怎么当八九？声音要够大啊！哎哎哎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去找我朋友，老哥。有，哎，你有装设备？哦，有啊，应该没变起吧？那你要等一下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个车群会顶过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那等他好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快了，快了。好啊，然后这个排气管有没有？好像前面那边有漏风，不过把我垮着要。好好好。再麻烦你的。都原厂吗？目前？我是不知道啦，哎，我是没看过。都知道。他说：“哎，发动听到奇怪，他声音总是从前面出来。”一般排气管从后面出来，他妈从前面出来，就感觉不寻常哎。漏风后面怎么弄也不好听。对啊，不够饱，而且排量不够。好，哇，感觉严重哎。对啊，在头段哎。对，头段被改过，重新重来一下。感觉没那么简单，被包成这样也不好抓问题。哇靠，他头段有改过哎。这必须要讲了，真的改得蛮亮光的、啊。这个外行人看就知道，是这边有漏风嘛？对，当初施工没有施工好的，只是他说啊，你没修，我靠。不会了，不会。要不然就发动看看啦，发动看看哪里有漏，然后先帮你补前面，然后我们再来去做后面。对，做后面。对对 对, 對。哦，帮我改越大声越好。OK OK OK。路短一下路站。对，等一下我一段会把它换掉。好好好，感谢。真正老风啦，前面有给人家修修补补。真的明显的痕迹啊，都怪老风老干哈呢。不是我要说，真的是有过两公的。是很奇怪哦，他前面当派也改装，但是对啊，中尾都原厂的，都没动过。应该是换回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没有没有。对，他那个螺丝都没动过。他改那中头段要干嘛？对，动力会有差。动力会有差。对，因为高转速的车啦，动力会有差。他应该是中尾都原厂的关系，头段改掉，然后长时间下来就是会漏风。对，因为气堵住了。这个改车也不聪明，一般都是改中尾，要不然就是一般就是尾段而已。对啊，中尾不会有人先从前面开始改。对啊，因为头段最贵嘛。哎、欸，你看有没有开箱的感觉？全新的，是尾筒吗？对，尾筒。这只。哦，这车、哦啊，要了。哎、啊，这个塞一个拳头哎、欸，真行不完的啦。
都被人家丢石头啊，而且人家觉得车太吵，有没有？我提石头要给他挡住，这真的比较扎实一点啊。OK， 谢谢。哎，声音差好多哎，真的差好多哎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步，就是把排气管改了西北斗，亲爱的啊，这样开出去大家都知道我的车来了。那第二步嘞？第二步的话就很简单，我们有八九的神车型，我们不外乎要八九的精神。八九开要怎么开？很简单，左脚一定不会放在脚踏垫上，一定放在哪里？椅垫上。再来，他们绝对呢不会双手开车，一定是右手开车，左手跪在你的脚上，够酷吧？100分，这是100，也很适合吗？我适合，还蛮适合的，还蛮适合。第三步呢非常简单，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摇下来。买槟榔吗？不是买槟榔，哦，只是单纯让大家知道说，我，哦，开这台车的驾驶人是谁。哦，窗户一定打最开，让大家听到。然后再来第四步的话呢，非常简单，自己在车内享受音响就算了，连外面的人也要听到你车内的音响在听什么歌。窗户打开来，喇叭一定会放到超级大声，因为我们今天是 YouTube 的影片的关系啊，因为会有一个版权问题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把音乐开最大声。可是我们今天蹦的不是舞曲，我们今天蹦的92.7广播电台哦。有没有？走，带你去当八九航天艇。插一个槟榔啊！可是我不吃槟榔。走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然后你一定要踩最大力。有没有？真的蛮像的，很像哦。当然有天分啊！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一路开回我们店里，哦，单手开车。帅了哈，哦！我最喜欢在市区拉转速。大哥，你排气管那么大声，车子怎么那么慢？哦，这叫精神，懂不懂？排气管就是要很大声，吹下去，车子一定要在原地不能动。大家才知道我来了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是通常是声音先到，人还没到，声音先到。你看，又让你学到一招了，不然啊，了解，笔记。OK， 很多八九有没有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习惯。前面有没有看到？准备要进隧道了啊！他们看到隧道呢，会异常的兴奋。正常开过去就好，他们一定要怎么做呢？向到一档、二档，然后油门给它吹到底。有没有？像刚刚那个对向道就有一个八九了，真八九。哦，这样有像了哈。蛮像的，好，蛮像的哈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回到我们店，去找我们公司的真八九来评鉴一下这台车子适不适合八九开。Go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八九，外号蜡笔小新。我猜你们一定没看懂，为什么叫蜡笔小新？大哥。今天你当我的师傅，没有问题吧？因为我今天想要成为八九的第一步，必须要先靠你了。我今天有准备一台车子，你帮我检查一下这台车够不够屁， okay， 好不好？ Okay， 来，是这台 G37， 有没有 ？G37 哦，哎，帮我夸谁？哦，啊，那个刺青可以收起来，刺青可以收起来，对，刺青收起来，对，会吓到人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哦，可以了哦，有几个点不太行。哎，师傅怎么说？光颜色就不行了。颜色吗？基本起码要白或黑。好，硬挺，帮我笔记一下，白或黑。再来，白或黑。再来就是一个，它的灯壳被塞了，要贴一下。超前的大灯吗？哎，忘掉，忘掉。他说我们的大灯啊，不能用这样透明的。哎呀，要贴熏黑嘛。哎，一定要特别黑吗？最好是特别黑。特别最好是特别黑啊。那种那灯打不出来了。哇，这么黑啊！哎呀，一定要黑，这样才可以显出它的特色。这样。谢谢师傅。那师傅，我这个排气管有没有？我刚刚有改，我改了16000。我给你听看声音。16000啊？哎，可以，16000。可以了哈。这个我一个月的薪水差不多。哦，这发动应该可以了哈。哦，在。来，我吹喽。吹。师傅。可以了啊。够大声了啊！可以，哎呀，声音也可以。再来，其实还有一点，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，大尾翼一定要了。哎，这是灵魂的吗？灵魂，那双门车配上轮框，再配上改管，一定要再配上一个大尾翼。战斗尾翼的那种。对，越大越好。最好是这么高。可以啦，对。OK， 那这个排气管的话，应该都还行吧？排气管可以，排气管这个花重本。
一定可以。对啊，那声音就可以。它、啊、这有改阀门吗？没有呢，没有改最好。改了这干嘛还改管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要声音就不要改阀门啦、啊。哦，也是。干嘛还要把它用小声？也是哦，脾气。啊，我们现在只差去黑头灯嘛，超黑头灯，超黑头灯。车身啊，车身最好去大磨一下啦。哦啊，尾翼够被自己打机嘛？哎，路短路厚。路短路厚。哎，好好好，感谢我师傅。师傅谢谢。如果以上你有中超过四个，代表你是正八九，拜拜。现在已经是隔天了啦，我们来认真的介绍这台737。那当然排气管我们不可能没有装阀门啊，后面我们有回去又装一个阀门上去。然后基本上737这种车子啊，其实它真的是一台不错的车子，因为毕竟它是3700cc， 实际是3600多啦。然后引擎是 V6， 然后这台是旧型的 G37， 它变速箱是五速的，好要2010年过后才会变成七速。五速跟七速差别呢，其实不外乎就是什么省油跟耗油的分别而已。其实像这种车子，坦白讲，它是真的一台还不错的车子，只是因为它的价钱的关系，才导致它变得比较多年轻人想要买的车辆。要不然讲真的，这种车子跟现在可能双 B 涡轮世代的双 B， 我想什么328还是 C300比起来的话，它的妥善率、维修率，讲真的 ，NA 的一定比较低。排气管我们自己后面我没有加装阀门的动作了，所以就不会那么大声。基本上呢，这支影片有非常多的不良示范，单纯只是博君一笑而已。